刚刚我们在应援，哎，我们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去打击的，结果才发现没有裁判。的队友变成今日的对手，这个感觉好奇妙。但是不管怎么样啦，他们有更好的发展，我们都是非常非常敬佩。他跳舞也是进步很多。哎，真的，我必须讲，真的进步非常多。他刚开始进来的时候，我只能用惨来形容。但是如今他却可以把应援跳得非常的上手，我觉得很值得掌声啦。那都会到那边，我们也给予祝福。现在我人已经到了魏全龙的主场地，今天呢是热身赛的最后一场，然后是魏全龙对上乐天。这里魏全龙上去舞台也坐楼梯喽，啊，直接就上来舞台了，跟我们的桃园球场很像。我们现在已经上来了魏全龙的应援看台了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哦，这里的舞台比较宽，如果相较桃园球场，这里的舞台确实宽一点。热身赛准备开打了，加油加油！勇夺应援台，勇夺魏全龙应援台，换我们进攻喽！加油加油！我发现一个非常可爱的光景，就是以轩的这边是不用晒太阳的，然后那边他全部在晒太阳，哈哈！天哪！以轩是幸运的女孩，我们上垒了。哪有不晒太阳的？哎，很棒哎，他是完全不超过这一条线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我要被以轩笑死了！你太幸运了，你竟然可以在阴影处。你看他脸多红。他自己说跟我换。我感受到他眼神了。你看他脸多红，你看他脸多红，很红啊！我真的好，我们陈毅也来了。这是我第一场的热身赛，真的假的？所以你之前都没有参与到热身赛？没有，就是今年第一场啦。对，是看看球。这是你今年第一场，也是今年中职联盟的最后一场热身赛。我想问你，穿长袖不会热吗？今天35度。我宁可包紧紧，也不要被晒死。我不想要开幕战那天变黑人。没关系，你接下来很多天都可以继续坐在那晒。Oh my gosh！ 防晒要做好了，好不好？今天对面魏全龙也是很嗨，看着别人的应援，真的觉得还蛮新鲜有趣的。嘉玲又来了，他来两天，昨天的热身赛加今天的热身赛，连续来两天，怎么这么有空？因为刚好都在台北工作，想说都有乐天，我就来看一下。工作完就来，就关心我们球团的状况。对，三下进攻。到第四局女孩下去休息，然后再来呢是我们场边女孩要上去应援的。很难得呢看到总监上去应援，就是平姐今天上去支援一下。哦，铃香他们上来跳了，铃香与子琳。队友变成今日的对手，这个感觉好奇妙。对，有奇妙的感觉，是吗？对，怎么会这样？但是不管怎么样啦，他们有更好的发展，我们都是非常非常敬佩。好厉害哦，他的应援记得好清楚哦。有练好了，有练好了，赞赞！哎呦，他们欢呼，我们难过。
位学姐，我们第一次来到天母球场，等于说是我们另类的来到这里相会。哇，相会！那昔日队友林湘跟都会都来到魏全龙队了吗？我是觉得我同事突然都变成陈夏的同事。啊，对，什么感觉？很奇怪，是我同事怎么跑到他那去？讲得好像人家很难相处。对，我都会剪，我会剪很难相处。可是我觉得这很正常啊，就是大家去想去的地方。有难过吗？雅慧也还好，还是会耶，当然多少少就会觉得说熟悉的不见了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其实离开那时候觉得有点感慨，可是今天我们在对面看到他的时候，还是怪怪的。对，然后他在林湘在跳魏全龙的那舞的时候，就真的有一种很怪的心情，还很不习惯。对，因为毕竟我们也就是这么多年，也这几年我们都一起在同一个地方应援，其实那个感觉还是在的。那今年突然突如其来的，他们变成在对面应援，没有跟我们一起，说真的还蛮不舒服。对，会怪怪的，就是会变成说魏全龙、小龙女，其他女生就是要更加油。加油，加油，大家一起越来越好。站都在旁边跳舞，要对啦，对，要绷很紧。人家也是非常用力的在练或应援，但我觉得这是好事啦，可以带起整个队的那个应援的感觉跟氛围。对，还有跳中场、开场的时候，对，没有用力跳都不行。加油啊！看到湘在对面一起应援的感觉。就心里觉得很怪，而且像是跟我同届进来乐队，对呀，对啊，我突然听了有点想哭。真的，他跳舞也是进步很多。哎，真的，我必须讲，真的进步非常多。他刚开始进来的时候，就是我只能用惨来形容。对，但是如今他却可以把应援跳的，就是这么的，非常的上手，我觉得很值得掌声啦。那都会到那边，我们也给予祝福。下次我们如果要 battle 的话，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，不会丢啦。哎呦，我的香啊，我的香啊，他的香。以后没有那个冰点相遇，好幸运哦。真的耶，以后没有没关系啦，我们之后还会相会啦，好不好？我们还是有很多会啊。对啊，是啊，乌鸦会啊。然后上次结束了乌鸦。我是哥哎，卡卡加入林氏，用不同方式看新闻，谢谢你看超人气 YouTuber 爆新闻，我现在有点小小直播线上即时互动，轻松有趣多元内容。3月16号起，每周六晚间9点，子午计划 VTubers 在三立新闻网。